我好像做公益也及格，那艺术创作也算及格，在工作上的精神也算及格，就好像感情好像是个留级生，都好像永远要学都毕不了业这样。我好像做公益也及格，那艺术创作也算及格，在工作上的精神也算及格，就好像感情好像是个留级生，都好像永远要学都毕不了业这样子。所以我就大量接工作，我跟经纪人说大量接工作，让我不要再去想那一块的事情这样子。陈老师那一篇，对啊，那一篇有看，跟你沟通才发吗？有看，都知道要尊重女性的，对啊，都知道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拼命在工作，大量接工作，对，希望在更多的作品让大家可以呈现出来，对。他希望变成朋友，朋友 OK 啦，对啊，变朋友 OK 啦，没有啦，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就好，把工作跟那个公益还有艺术创作把它做好，对，为下一个十年来做打拼，对，目前这样的状况是 OK 的，对。互相不打扰，加油，这样子，谢谢。本来以为你还会就是跟他结婚哦，我可以很多的贵妇团啊，我有很多贵妇团可以啊、可以支持我的工作这样子。那个啊，刚才你问的那个就先不用想，先不要想，对，加油公益，寄托公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。那你现在还是就算朋友吗？在我已经，我最近已经忙到都好像没办法联络你。非洲小孩又要回来，我是他们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明年的画展，还有现在的公益活动，接下来还有公司还帮我演讲，我要帮忙演讲，我太多身份了，所以我变成说我回家好像唯独我认的是就是我那一张按摩椅，就回家就躺着就。整个睡着了，工作量太多了，对。现在有说那个小孩是你们家的名义一起认养？没有，那是分开的。非洲小孩是很久之前就已经，对。老师他后来他也有认养？他自己有，对。就是各自负责。我觉得这个，对啊，这个公益不要间断嘛。对，做公益那个小孩子是我们国家未来的栋梁，所以认养东西你不要中断，就一直继续，你会有好运气。对呀、啊，恭喜我的好朋友康仁，哇，最近他很强，他能量很强。对啊，我们前几天还翻出跟他之前拍的八点档《田庄英雄》，台式八点档，哇，对啊，他我觉得。在演艺工作也要向他学习，好厉害！对，他没有经，他不敢说熟了，就是合作过戏，但是合作的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有革命的情感这样子。他很多的，我最近看他这几年的成绩，我要恭喜，我们向他学习，对，能量很强。新片吗？就是这次我公益忙完，我会一定要去看。而且那十五秒，那个光那个十五秒在网络疯传，那个太能量太大了，是一个演艺人员，而且他被我的偶像李安导演赞赏，哦，我好开心。